来到拜托了妈妈。首先呢，我们要欢迎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拜托妈妈节目的今天的育儿挑战官李晟。欢迎李晟。她是荧幕上古灵精怪的小燕子，在戏中和老公李佳航结缘，相遇相知相恋，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如今她以宝妈的身份亮相拜托了妈妈，又会带来怎样的人生感悟呢？现在是刚刚生完两个月，我的天哪，能不能站起来让我们大家看一看？恢复的太好了，其实还是很胖，很瘦了，又快瘦一点。要求太高了，我觉得两个月恢复成这样特别不容易了。对，你都不知道我刚生完孩子俩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现在超瘦啊！对，现在都生完了九年多了。换个话题，不要太胖瘦，我真的坐不住了。再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守护官。守护官彭蕊，儿科医生，和睦家医疗总监，经验丰富的彭医生今天又会为妈妈们解锁哪些育儿知识呢？彭医生说来的时候没有说好要谈另外一个话题。对，那样我就不来了。哎，你看像李晟现在生完两个月啊，你是刻意减肥还是就这么瘦？没有减肥，因为母乳不能减，但是母乳它就自然会瘦一些。哎，那正好问一下，就比如说像我认识其他的人要马上去上班，一出了月子之后喂奶不喂奶的可能都有，这个能减肥吗？如果你是坚持母乳喂养，那你喂养的同时实际上就是在减肥，因为消耗你的卡路里嘛。那这原理是什么？原理就是你的热卡都给到孩子了。好羡慕啊，我是没有喂奶减肥。的第一个主题是刷刷朋友圈，他们通过朋友圈看到这个消息以后，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做得特别有意义。那我们做了这个爱心厨房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其实它就是帮助这个贫困的地区解决他们这种孩子营养的问题。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已经落成的爱心厨房。那么爱心厨房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参与，希望拜托了妈妈参与的，你们看完这段视频就会知道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很多的学校呢其实希望能够有爱心厨房的加入，帮助他们的小朋友可以吃上更热的更健康的饭菜。所以呢，我们拜托了妈妈跟扶贫基金会那一起来共同来宣传这个节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健康发展部温主任，来欢迎温主任。温主任您好。您好姐姐。那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健康发展部温慧芳。爱心厨房项目是2017年落地我们学校的。现在我们学校共有学生221名。看一下，就是这个爱心厨房，这就是咱们爱心厨房。我们的爱心厨房还有我们的编号，这是我们第1041所这个爱心厨房。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14个省80个县建了1445所爱心厨房。爱心厨房使用了环保发电，代替了之前煤炭生火的做饭方式，节省了厨工操作时间的同时也更加安全。标准洗手七步法我们拜托了妈妈教过。对，而且跟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那是一样的。现在正在给孩子们做午饭是吧？对。哇，炒鸽的是吗？西红柿炒鸡蛋，那个鸡丁炒黄瓜丁，还有炖肉。哎呀，营养特别均衡啊。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电磁炉大锅灶，这个是最贵的，是我们的主打项。哎呀，我都馋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的特派员也摩拳擦掌，究竟大锅饭特派员们可以轻松胜任吗？有了爱心小分队的加入，香喷喷的午餐很快就做好了，接下来就是孩子们的开饭时间了。这么多的小朋友，特派员们可千万别盛错饭呢。我看看，哟，他吃的不错，看见没有，都快吃完了，来为他鼓掌。这还有一个，这位小朋友脑袋比较大啊。拜托了妈妈小分队还带来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不仅我们带来了礼物，孩子们也用精心编排的舞蹈来回赠我们。公益路上你我同行，给孩子们一个健康的未来。
做妈妈很 OK。 刚才大家在这个镜头里看到的这个蒸柜呀、啊、还有它的这个锅呀、啊、消毒标准化的，对，我看到那个拿大铲子那个大姐没有这个爱心厨房的时候，她要四点就起来，对，然后去开始生这个火。嗯，他们是吃完一波来一波，吃完一波来一波，真辛苦。然后有了这个爱心厨房以后呢，就整个这个设备包括消毒安全啊，这个营养啊，这大姐乐坏了。我记得当时那个中午是有那么几个菜哈、啊，就是静姐开始炒疙瘩，那个不是炒疙瘩，炒鸡肉，那是那个黄瓜鸡丁，还有一个菜是西红柿炒鸡蛋，再有一个是土豆烧肉。我就觉得营养特别的均衡、嗯、因为就真的孩子们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很整洁的校舍里了，但是他们每天吃什么，一日三餐，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就太重要了。我看你们发朋友圈，静姐吃的也特开心，是吗？别这么说，我吃的也挺开心的。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两位姐姐，还有感谢咱们的节目组，我觉得特别好，这事儿做的有意义。我看到那些小朋友在那吃的很开心的，就真的好感动。跟你讲，你如果想捐助，我可以做一个成人之美。他们缺绘本儿，哎，可以，这个很好。对，就是我们不是还带了那个蜡笔，还有绘本，嗯、然后我们给那个孩子现场讲那个绘本，就一个立体的那个打开。对，我当时把那个书一翻开，你就看那些小朋友就一下亮起来了，没见过。对，后来我们就问校长，校长说其实他们只有少数的书是给小学生的、嗯、所以李生，如果你将来就是有这个绘本的资源啊，就、嗯、我们帮你送过去。好好好，其实这种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的营养不均衡、嗯、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会引发很多的疾病。你看现在来城里打工的人特别多，就像你们演员啊，就是来城里打工的，在哪儿拍戏好几个月，孩子其实就叫留守儿童。哎，我要哭了。然后都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对，有的甚至是老人体弱多病，放在亲戚家里。我这里有个数据啊，就是我国留守儿童的总量是902万，超过90%分布在中西部省份。或者就是只有一方陪伴，这都算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话，其实他问题会出现很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个是心理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营养。我也曾经参加一个基金会的一个扶贫的项目，大概有100-200人吧，80%-90%都是有龋齿的。我不知道你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我看有牛奶和鸡蛋。我们主要是设备。他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是非常的长的时间。对，你跟我说，原来只能做一个菜，那么多年纪在吃，现在整个设备来了，有蔬菜，就有肉，什么都有了。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比如说这种营养不均衡，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会引发哪些疾病呢？如果光吃肉，这些也是不行的。所以那我们从基础说起吧。我们一般小学生都是学龄期的儿童了哈，那么很好办，就是他们的碳水化合物大概如果占我们的能量供给大概50%，一半是需要有碳水化合物，他一天的饮食，那么剩下的一半是分给蛋白质和脂肪的哈。只要膳食均衡，是指所有的这些都能满足，他才能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魄啊。光有肉，光有主食，没有蔬菜水果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是说一个均衡膳食的意义。留守儿童的话一般都是隔辈儿，比如说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在他们容易有两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我怕给孩子委屈着，我干脆只给他做肉或他爱吃的东西，二就是说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吧，你爸妈都不在这儿，我这么累的随便吃点得了，都会对孩子这个选择食物上造成一种偏差。对，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做节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是给别人带来一个厨房，而是要传播一种理念。所以我们觉得有机会我们应该把更多健康的理念，就像您说的这个，你再吃主食只能占到一半，膳食配方，对，膳食配方去传播给他们。我们现在可以带着营养师去。那我们下次如果给他们制定一个营养的配餐的一个配餐，因为实际上有膳食的这种营养配餐的搭配推荐表。因为爱心厨房它已经捐了1000多所了，我觉得下次建厨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拜托了妈妈再更聚焦一点。对，哎，我倒想问李生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刚才也许是开玩笑，但我觉得艺人其实真的蛮像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样。刚刚老师说那个有一方不在也是留守儿童，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前期妈妈的陪伴肯定是最重要的，我肯定要陪着她。而且后面要拍戏的话，我也是觉得我只想接在北京的戏，然后把她带在身边。对，就只能这样兼顾，就没有办法。看到很多女演员很难过，很真的。哎，一说起就想哭。想孩子，真的，我看到很多男演员都是想孩子，拿着手机哇哇哭。哎呀，说到就想哭了。我是很多明星的妈妈，都是到我这里来体检啊什么的。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在乎孩子的成长。就是说能不能这疫苗推迟点打，爸爸特别想见他。哎呀，所以我特别体会你们这些家长多了，是不是他们特纠结呀，特别可怜，煎熬。所以说真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成功都不是随便而来的，他真的是要付出很多。因为这样，我之前就想的特别简单，我就觉得带孩子我根本没有想过是这个样子的。我原来想说有妈妈有育儿嫂，其实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但等到孩子生出来我才发现，就有一次他肚子不舒服，然后他就看着我，就是我拉着他说怎么痛啊，然后他突然抬起眼看着我，那个眼神就是好像在向我求救。我就突然就一下就觉得哇，哎呀，我们要挨个儿的哭吗？我们还是不要太伤感了。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李晟这次来的特别重要，就是你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孩子就是你最大的奖杯，什么都不重要。所以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去平衡好。那么我们也自己站出来捐赠了两所爱心厨房。那么我们先去看一看我们要捐助的这个学校是什么样子。受节目组的委托，爱心小分队驱车来到了拜托了妈妈资助的小学。孩子们现在的近况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Hello， 拜托妈妈，大家好，我是大姨妈。我是桃子妈妈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来到了河北省围场县的西龙头小学。那在这里呢，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非常有朝气的同学们。大家好，同学们好。耶、这次来访，我们也带来了精美的礼品。和孩子们热情的招呼后，我们的特派员也没忘了自己的任务。校长是不是到了饭点了？我们能去厨房看一下吗？可以，欢迎。好的。我可来了，哎呦，这个火啊真的是特别慢，就是它这一锅菜从头到尾就没开过。比如说我们这一锅就是需要咱们学校多少孩子的饭？连教师一共在这300人。现在目前就是咱们看到这些设备吧，对于肉是就是荤菜，它炒起来是不太是容易熟。如果是这么慢的火的话，它这个对食物的加工相当于把食物就是糗熟的，它破坏了食物的很多营养成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着急。对，因为我们参观过那个就是已经建好的那个厨房，它好像只用10分钟就能把这个饭做好，是不是？对，如果是我们的爱心厨房已经配备了整套设备的话，它这个可以做大量的肉菜。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火的话，这些都不能完成的。我们这个行动一定要尽快的开展，尽快让孩子们吃到这个爱心厨房做出来这种的全方位有营养的这种餐饭。这马上就要吃饭了，咱们到餐厅了。对，我们去餐厅看一下学生的情况。好嘞，欢迎，走。跟随着孩子们的步伐来到了食堂，我们看到孩子们现在的饭菜还是相对单一。那么孩子们对现在的饭菜有什么看法呢？那我们的饭好吃吗？有的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就像这个茄子汤太多了，就有的时候有些不太可口。不太可口。就是有点想吃肉。我希望咱们的食堂还有肉。我们希望特别快就能吃上肉，好吧？好。我们刚才就是那个跟小朋友们聊天，他说他们最想吃到的是排骨啊、肉啊，妈妈做的菜。对，因为有些菜真的是用咱们现在这个火是没法做出来的，而且味道哈，而且排队的时间各方面都是困难。对，但是这么多的困难呢，我觉得我们的爱心厨房都可以把它解决。所以呢，我刚才也了解到，就是咱们的项目是要等到孩子放暑假之后，然后就可以开始这个开工了。那就是说暑期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食堂了。对。期待我们拜托妈妈全新的爱心厨房了，到时候见。哇，太伟大了！谢谢桃子妈妈、大姨妈。
我们第一个看的那个呢，那个大锅，刚才彭瑞问我，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大锅，就是这一套设备，只能做一个菜，没有时间炖肉。而且我发现这种菜吧，它那个汤特别多，为什么？它那个菜基本都是咕嘟熟的，但是我们那个爱心厨房那个菜都是给炒熟的。爱心厨房那个大锅，我们当时试了，就是点完油雾热起来的。像那个就是他平时要烧火的那特别慢，所以刚才大家说爱心厨房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一下就明白了。大家可以到我们拜托了妈妈的微信公众号，比如说如果捐赠啊，你怎么去联系到扶贫基金会这个项目的链接发给大家，这样的话我们就当这个红娘就比较好。特别好，我觉得欣姐刚说这个话总结一下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您关注我们公众号以后，您捐10块钱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善举。对，那今天既然我们讲到了屏幕里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吃，其实我们身边的孩子们怎么吃也特别重要。今天李胜来了，要给我们露一手，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宝宝为什么，走了李胜。哦，最喜欢的环节来了，宝宝为什么？因为可以顺便也喂一下舅舅。难怪你那么喜欢。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李胜他要大展身手了，怎么样，紧张吗？还蛮紧张的。因为其实李胜今天来做辅食这个事情有点太超前了，他是预热一下啊。因为6个月宝宝才开始吃辅食，现在咱们宝宝才2个月。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焦虑的妈妈，所以虽然我孩子现在才2个多月，我已经开始在看辅食应该怎么样。好超前呀。那今天要做的这个辅食呢，我们看到材料有土豆，这是鸡肝吧？鸡肝还有大米、所以它的名叫什么呢？鲜肝薯蓉粥。先把土豆切成片儿，块儿也行，块儿对，切成块儿也行，对对，看我流利的刀工，反正都是要打成糊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辅食机里面有一个小蒸笼。我们已经把水放好了，已经把水放进去了，蒸一下，按一下，现在就开始蒸了。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辅食机的颜色，你觉得它会不会很像那种对马卡龙粉？我家所有的东西都是粉色的。真的吗？就是我发现当了妈妈之后，就中年少女心泛滥。那第二个步骤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鸡肝的，对不对？对，鸡肝。鸡肝是不是也要把它蒸一下？然后把它蒸一下。蒸熟之前呢，在这儿也特别想跟李胜来互动一下，因为你知道每个妈来我们节目，少不了的，就是我们来考验他一下。宝宝他将来吃辅食的一个步骤跟一个顺序，我想问一问胜胜，你有这方面的了解吗？因为还有4个月宝宝就可以吃了。对，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嘛，我们一般是从米糊开始，然后苹果泥呀，然后到7个月开始添加肉类啊。你是不是在悄悄每期都追我们的节目啊？对啊，原是我每天追你们的公众号。你感觉是在为各位，那在这儿呢要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它其实在从性状上来说的话，就是一种从少到多、从稀到稠、从细到粗的一种递进方法。对，那我想问问李胜哈，就是你觉得孩子什么时候添加辅食是最适合的呢？看宝宝在那个时间段开始想要咀嚼，想要对那个食物有想吃的感觉了，就可以添加。哇，你真的是关注这公众号，特别棒。因为实际上很多人就把严格界定6个月，但有的宝宝来我这儿，我一看这是6个月，可是脸色就是比较苍白一点，已经是缺铁了。尤其对于母乳喂养的孩子，母乳的铁的含量是照配方奶要低的哈，要提倡比如早加辅食，那么选择强化铁米粉。另外他看你吃东西，他就是头伸着过去，恨不得就用手抓的这种，就是只要有这些信号你就可以给他了。但是不能早于17周，因为他3、4个月的时候还有这个吐舌期，容易呛咳这些。谢谢。哇，简直太棒了。所以各位，我都不知道哎，在舅舅说话的时候就看到一阵仙气冲他扑过来，显得我特别仙是吗？对。它有一个这样的工具棒，这个工具棒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好的把这个拿出来，棒哎，不会有烫手的嫌疑。哎，太棒了！按下去之后直接蒸，往左拧就直接是开始打辅食了。粥已经煮好了哈，盛一碗粥出来，土豆蓉倒进去。鸡肝也放进来。其实我现在都不吃，不怎么吃调料，就是为了那个母乳更清淡一些，所以你都自己吃的都很清淡啊。而且这里富含有铁啊，这个也是他们是需求量非常高的。
上次我们说过中国宝宝的这个牙齿发育为什么晚呢，是因为我们太精细了，就是那个咀嚼、嗯、对，像鼠绒是非常细腻的，但是那个鸡肝其实是有那种颗粒感的。但我觉得这辅食鸡挺好的，我可以整一个，因为我妹妹刚生了小孩。嗯，静姐，那你刚刚说特别想送给你妹妹一个法国的比亚达的这个辅食鸡、嗯、今天嘉宾能不能也送一个啊？哎，嘉宾那么有钱。好的，各位，在这呢，我们要将我们的法国的比亚达的辅食鸡也送给我们的盛盛一台。谢谢，四个月以后就能用得到了。我特别感谢盛盛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道就是适合七八个月宝宝吃的辅食。我刚才吃了一口，说实话现在都是那种唇齿留香的感觉。对，我觉得现在宝宝我们已经喂饱了，下面我们是不是用这个满满的干货来喂一下妈妈们？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什么环节呢？这是我们的爱的守护官。欢迎来到我们干货满满的 at 守护官。那今天要来 at 守护官 at 彭蕊医生的呢，是一位新手妈妈，不知道她这个问题有没有代表性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妈妈，孩子才三四个月，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最近，其实已经是喂过了这个孩子了，但是却发现他经常会哭，吃完奶之后呢，没过多久也还是会哭，晚上也哭，白天也哭。所以孩子的姥姥姥爷就会经常问说，是不是这个奶水不够，还是孩子没吃饱。但是我觉得他每一次吃的时间其实也挺长的了，所以在这呢，我想艾特一下咱们的守护官，这个孩子他总是这个哭，他是饿了呢还是怎么回事呢？你孩子没有过这种症状吧？有啊、哦，也有啊，大概40多天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就无理由的一直哭闹哭闹，就是他也吃饱了，你确定他其实是吃饱了？吃饱了。那你怎么办？摸来摸去吗？后来是那个，因为那个月子中心有护士，他有一个儿科医生，对他来说就是应该是那个肠胀气了。我觉得由此可见，这个妈妈说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有一天半夜给我发微信说宝宝不明理由的就开始哭闹，而且真的也是刚吃完。所以彭蕊医生，就刚才好像李胜也提到了一个词，您觉得这样的哭闹其实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我们医学上把它定义为就是肠绞痛。大家可以记住3个3，就是一定是3个月之内，时间可能要大于3个小时。还有一个就是每周可能这样的发作差不多有3次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就考虑是不是有肠绞痛了。他发作的形式就是特别恐怖，家长就觉得这个没底线了，就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好？他是不是这个肠子拧了或者怎么样？他不会说话的时候，我告诉你，小孩一哭，我那个汗唰就起来了。你越哄他越哭，他越生气，因为他觉得你不明白我，不可能理解他。对，突发性尖叫伴随大哭，突然的，对，哭是不停的蹬腿。对，我家的就是这样。对啊，就是他跟饿了的时候那个哭是不一样的。有，我们家有，我妈啪就把孩子放在床上摸有没有针。我们任何疾病，如果你有知道诱因，你就会去知道怎么治疗。但是很多的疾病或者症状你是不能解释的，比如说肠绞痛，那么有些人认为可能是神经发育不太完善，有些认为是可能是肠胀气，但是你用缓解肠胀气的方法它没有什么效果，它照样发生，而反而是时间3个月以后戛然而止，它就自己就缓解了哈。那么儿童心理学家认为，这个小婴儿他也是要宣泄他的情绪的，所以他多半都是在傍晚。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就是发泄情绪。我前两天去看我妹妹，我看那个孩子吃奶，脚都变成就这样的，对，使劲儿，然后每次吃我都觉得他在耕地还是特别累。发作期间可能出现，可能会出现手臂僵硬，会吗？实际上他哭闹的时候。然后一下就吞进很多气体，所以很胀。那手臂怎么也会僵硬？他就是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你看他说哭闹进行安抚后有所改善，但不一会儿又开始哭闹。你想，你小孩也是那样的，是他就通宵的哭，然后一定要抱拍气，做完拍气操这样抱着好一点，好一，然后一不抱马上又哭了。通宵抱着，那时候就通宵抱着他。吃完奶一定要拍嗝，拍完嗝之后，然后如果他哭闹的话，一般给他飞机抱，他就会好很多。对，
肠绞痛会出生命危险的？所以我们说肠绞痛的定义，首先就是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那么到四个月还在发生，而且生长发育有点倒退了，原来会竖头会抬头，他怎么不抬了，有点软塌塌的，那这个时候我是让家长说，哎，你有没有录像，比如说爸爸也急妈妈也急都急，录完像以后到了医生这儿还能说清楚点，就还有就是他出了皮疹，但是过一会儿又没了，你这时候把皮疹抓住，这个全是特别好的一个育儿的，有拍吗？对，我每天都拍好多视频，每天都在拍他。因为我们来过很多专家，都跟我们说到一件事，说问父母到了医院，啥也说不清楚，说他就是疼，大半夜的急诊，急诊来了，好多家长就生气，你知道吧？就说你倒哭呀。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实际上它有一些一线的安抚方法和二线的安抚方法，就是一线首先就是安抚，拍嗝啊，拍嗝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有可能它跟肠胀气有关系。那么还有就是制造一些白噪音啊，所谓就是没有对它没有伤害的这种噪音，还有包括我说的，你给它换一个房间啊，比如一直待在它自己的房间，你给它换到大厅啊或者其他的房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带它出去开车兜一圈，真的，我有的妈妈真的这么做了。那么还有第二类的，比如说确实有的非常严重哈，那么有人认为可能跟牛奶蛋白过敏有关系，所以对于母乳喂养的妈妈，可能让她尽量避开牛奶蛋白的摄入，也许会有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也许这两个字，对，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好的，我们那我们请彭蕊医生帮我们示范一下。好，现在我们请彭蕊医生给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们可以采取哪几种方法，也许就有效。嗯，哎呦，宝宝，你痛了，宝宝。正面的宝宝，先让盛盛示范一下，看对不对，好不好？嗯，然后拖着头。太棒了。一般要先一手托着搭一个口水巾，对，一手托着屁股，对，然后一般会是这样成空心状这样拍。哎，所以盛盛你都是自己来做这些事儿的？没有，一般育儿嫂会带，我妈也会带，但是我也要学，不然对，毕竟妈妈嘛。盛盛做的非常对，首先我们抱起来一定要护住她的颈部，对吧？然后这只手托着小屁屁哈。其实母乳喂养的孩子说，我这孩子怎么老拍不出来，拍一个小时好辛苦啊。实际上母乳的孩子因为他包裹的非常好，那么他吞进气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你看配方奶喂养的孩子，哎呦，特别容易拍出嗝，但母乳的有的是拍不出来的。对，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很多家长在抱孩子拍饱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喜欢这样，对，自己放，这样不行吧？不需要，因为这样也会养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然后家长会觉得很辛苦，我这孩子可费劲了，我得唱着啊，我得那个跳着就走着，明明是你给孩子养成的这习惯，是不是非常从容的就可以了。我挺好奇盛盛你的飞机抱是什么？飞机抱可能也会有一定帮助。飞机抱一般要把它手手打开，然后把它搬过来，让他的头在你刚好手窝这里，这最好也要放一个口水巾，要托住他的肚子，然后一般可能他的脚会这样子翘开，然后上身稍微倾斜一点。那么还有一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但不一定有效啊，就是但你要试，反正都是也许，对，但我们要就是顺时针的按摩孩子的腹部哈，轻轻的按摩。我有个 I love you 按摩法，I love， 它是一个反的 I love you， 正好又抚触又可以给他按摩，又跟他进行那个爱的沟通。对，哎，我们看到这有一个这个小被子，因为我们知道给宝宝包蜡烛包哈，就是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就不太好，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观念。但是有的时候蜡烛包是可起到好的作用的哈。蜡烛包首先要把这个脚给它折叠一下。差不多肩的位置不要，对，不要在脖子这个地方哈，一定要把肩的位置可能靠在这个折的地方哈，把一侧窝过来哈。那么这个时候吧，为了防止它蹬踹开，所以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是充分的压到它的身体下面，一定要裹紧一些，尤其是上边哈，这个脚这地方要稍微宽松一下，不然太影响它的活动了。很对不起，我想起了烤鸭。然后这个时候把这个脚给它塞到这个里边，
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有的也可以说把他的小胳膊露出来，把他的小手露出来，这样他也会觉得稍微自由一些。但是这以上的这一些方法呢，我们都不能说确定就对您宝宝的肠绞痛是有用，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对，而且这些是没有伤害的。对，万一有效呢。对，而且其实无形之中也更新了我们的好多观念。我就发现这个新生儿护理方面吧，是有好多的误区的，就是好多都是在坊间流传的，它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还要让彭蕊医生为我们多纠正几个在新生儿护理方面的误区。我们也特别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多学习一下。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场中来继续学习。快让彭蕊医生看一看啊，这是真是假？就是，晒太阳能退黄疸，还真不是哈。首先，我们对黄疸就不用太惊慌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即使你顺产，可能在医院要观察24小时。所谓生理性和病理性，也就是说没事的黄疸和有事的黄疸。那生理性黄疸其实原因很多，包括你开奶的时间比较晚。那么这个是主要的原因，还有就是母乳喂养的孩子，实际上黄疸可能出现的就是数值比较高，或者退的时间会比较延长哈。那么家长就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黄疸使各种大招，比如说用一些中药的口服，你说这么点孩子给中药的口服哈，另外益生菌对退黄也没有什么帮助哈，也不要去吃一些所谓的益生菌哈。光疗实际上是可以退黄的，这是肯定的，是有专业的这个波段的蓝光照射，但是晒太阳的话一定也能退黄，可是它带来的弊会大于利，就是说它会有孩子的这种晒伤的风险。对，首先你不用紧张这个黄疸哈，如果你想退黄的话，最主要的是继续的喂养，就是多喂养，比如说母乳多吸水，让它促进肠道的代谢，因为胆红素是通过肠道代谢的。所以晒太阳退黄不可取，不没必要。黄疸也没好，最后晒伤了。对，千万不要为了退黄疸让宝宝去拼命的晒太阳了。不提倡。对，那下面一个误区呢，就是这个用酒精给新生宝宝的肚脐消毒，你干过这事儿吗？不行吧，没有过。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可以吗？他不确定，因为我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医生直接给他就每天给他消毒，好像是用碘伏还是什么，消毒。回家呢，你自己给回家之后，他的已经掉了，然后保持干燥就好了，不需要消毒。非常棒。实际上我们脐带脱落差不多7天，那么你用酒精消毒的话，你可能无形中就杀掉了促进它脱落这个细菌。对，所以你可能延长了它这个脱落的时间哈。所以说已经不用酒精了，而是用氯己定，这样非常安全的这种消毒。那我还看到过有一些妈妈，她为了不让这个肚脐感染哈，所以她会特别的保护肚脐，比如给宝宝那个肚脐上蒙两层纱布，一定不能捂。我看现在有的尿不湿已经是有弧度的，就在肚脐那儿缺了一块啊。对，她是说要充分的暴露这个脐部啊，尤其在她脱落以后可能会有出血，有的家长又害怕了，又开始消毒什么的，这个其实都是正常的现象，它都是可以自行缓解的。不需要紧张。尤其换纸尿裤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它比如有边缘它不是 U 型的话，它上面一定是一个开的荷花边，你把它稍微往下挽一点点，露出肚脐自然风干，接触风是最好的。哎，你是我觉得中国男主持人里面见尿不湿品牌见的最多的。谢谢静静。哎，我跟你讲这个特别好，你会得到很多妇女之友的。谢谢大家。那这个肚脐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在家就自己不能处理了，一定要把它送到医院去。你说的特别好。那么脐炎的宝宝一定是比如精神不好了，烦躁哭闹了啊，因为它多半是这个金葡菌感染，特别有味道，而且局部它会有一些渗出物，像脓性的、血性的，它脐周围的皮肤应该是红的。还有一种就是虽然它脐带脱落，怎么它经常长出小肉芽似的，就跟一堆小红鲜肉似的啊，那个叫增生的那个东西，那个叫肉芽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区分还有脐息肉的，那这两个情况发生都要去看到外科医生，有的时候会用一些药去给它烧灼就好了，有的时候是需要外科手术
呢？彭医生，因为有很多家长建议一件事情，的确我听到太多的家长说，我孩子肚脐眼的形状不太好看，外翻的。即使是脐疝，也就是膨出这么真的会有这么大的膨出，脐疝的话也是不用管的，它是可以自己好的。有的家长绑是吧？绑那个硬币，绑个硬币、硬纸壳儿都有。实际上它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真正发生脐疝危险、脐疝症的这个可能性特别的小，他们都可以自己慢慢的缓解。哇，今天这个又听了特别多知识，是，对，我真的觉得我要学习的东西好多。你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关心、细心，去不断的学习，对。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医生，谢谢。今天特别感谢盛盛，我觉得盛盛也是一个学习型的妈妈啊。其实我们好多妈妈都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多学一点育儿知识。那我们不可能都去加医生的微信啊，这医生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来搜索“拜托妈妈”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真的是有方方面面的育儿知识，还会有医生专家在这个公众号上来跟您交流。是的，除了微信公众账号以外，还有我们的新浪微博、抖音、小红书、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视频等等全网你知道的各种新媒体的方式上，只要搜索拜托了妈妈，全部可以看到我们全方位的为您解读所有的育婴信息。当然您关注之后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也许下一个育婴达人就是你。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称职快乐的妈妈。最后我们一起来说我们的口号，就是做妈妈很 OK。感谢新浪微博、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搜狐视频、乐视、PPTV、风行网、第一视频、好图视频、闪电新闻、齐鲁网等媒体的大力支持。